大家。明天就是美国的独立日，所以我有三天的休假。那我们昨天跑去逛街就没有拍，然后今天我们决定来六旗，然后六旗有一个很酷的动物园，是野生的，然后你要有车才可以，所以我们两个有车，所以我们就来看，就是一边开车然后一边看动物，但是你不可以把窗户拉下来，很酷，真的很酷。前面有苍蝇哦，而且苍蝇离我们超近。我们在六旗是买 Summer Pass， 所以到九月不知道几号前，我们都可以疯狂进来。所以呢，我们两个就很 freedom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吃东西，不像之前去迪士尼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玩。Superman 超好玩，完全就可以想象你是 Superman 的样子，超级好玩，而且一点都不恐怖。我们把刚刚那个绿绿的玩完了，可以的话，人生做一次就好，真的。做完头超晕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路边休息，因为头太晕了。而且下面非常痛，因为他要站着玩，然后那个身高没有调到我的身高，非常高，所以我刚悬空的，非常痛，哇，头好晕。全湿了，我们现在去晒太阳。我没事，你帮我走这里。
我们又来吃饭了，真是。没想到他们超恐怖，因为他到这里所有设施最高点，然后他狂转转超快，超恐怖 ，Oh my god！ 然后他旁边又没有很安全的那种保护你的那种设施，他就是一个铁链而已，超恐怖，但很好玩，不知道下次还会不会再玩。我们现在呢要去找烟火，因为独立日，美国最爱放烟火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看烟火，9点要放，大概还有9分钟。烟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即将闭园了，等一下一定会很可怕，所以赶快，我们现在闪人，紧走，明天再来玩我们今天没有玩到的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我们要开始玩，我们今天比较早，然后现在太阳暴晒，谁暴？一定会热死。加油，出发！耶 ！Superman 依然好玩。这个超好玩的，这个是全美最陡最长的云霄飞车，超级好玩。It's a flame that's burning bright, so much brighter every day. There's no. 我们玩完这个东西了。然后千万不要做第一个，要不然你就会像我这样。噔噔噔噔，耶！你就是很湿的一天，它还跑进我眼睛里。我们刚刚玩完这个了，哦妈呀，有够晕的，我要吐了，但好玩。我们玩得好累，准备要回家了，然后再过几个礼拜再来玩，因为我们买的是 Summer Pass， 要在9月5号前吧，好像，赶快来玩一下。
Alright， 感谢大家收看我这周的影片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